Thank you.
没有。
怎么没有？有还没有？今年没有。为什么？哎呀，问我为什么？拜佛了，要讲的挺多。
这个花花光标太紧了，你看谁有啊？别搞，给他花光老早有人可以啥毛毛看好，毛毛对吧？这个是花岗苗，你是想让你现在再去苗哎？花岗苗。你家里头都那个小子，那没有钱，那个台下的房子干啥的？没台下。老早那金角那牙，就那里好多，你就长得跟个狗皮一样，那里看那花一条，那个那种。你看那家里是很稳固的，我就向后个后，啊，等光头苗子以后我们放弃，手改后个。哎，你看看你就基本上这边。还有个春梗，像春梗，还是一个秧梗。不过就木过来还好，谁是不是？这个都傻子了嘛？你就是都买一个就完了呗。Thank you.
高不高？你也不够高，你还不多吃一点。人家打乒乓球可得要你身高这么高的，好准哦。要不然你人家高矮胖瘦身材问题。
加菜，里面那个叫菜，嗯，是吧？里面还有。